饭店之类的。阿姨好。哎，你们好。阿姨好。网是不太行啊。行，播就播。哎，你看到哪儿啊？嗯，结束直播是吗？说好@3位好友的呢？@自己算什么？@自己三次，是不是人啊？大家是不是人啊？阳光，阳光，哎，好热。嗯，头发变好长呢。我那头发变长了吗？好像有吧。嗯，你变长吧？比之前长。大概再过一两个月，我的头发就能长长喽。嗯，还好。以后可别卷。对啊，我以后算了，我不立 flag。我以后不剪头发，希望能留长。不剪头发。对。对，我们在接力。接力直播。哎呀，我今天这个妆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在车上画的。也不知道画的什么东西。我马老师和腾少给西三四粉丝团投票了，这位投哪一个呢？现在有哪两个选项来着？麒麟和传感器。哎，传感器是个英文。哎，你问阿阳怎么念 ？Sensors。哎，不念了。三只蛇吗？反正不要麒麟。那我就选一个逆反选项，我也选麒麟，赢不过的。那我就要选。那你的粉丝叫麒麟好不好？有不？有粉丝，谢谢我的麒麟们。你们是我永远的麒麟臂。麒麟臂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麒麟很酷啊？嗯，很像萨斯 K 大招，不是麒麟。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改成叫赵林，你就可以叫麒麟这样子。召唤麒麟。哦，现在就要啊！有人现在就要睡觉了，好，好早。对，我的粉丝曾经想过这个麒麟名字，被我拒绝了。谢、啊、还可以。那我的粉丝现在有个很漂亮的名字。麒麟。啊，叫。没想到啤酒，我想是麒麟公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想是麒麟公馆，然后一妹妹什么林妹妹啊？那男犯怎么办？叫林哥哥吗？林弟弟吗？林妹妹。谢谢我的林妹妹、林弟弟们。林冰淇淋，林二想冰淇淋，双麒麟，冰淇淋不是十七吗？嗯，对。嗯，搞不好跟我毫无关系。齐头，齐头是什么？齐进和我吗？齐头并进。对，我发现最近好像那个那个什么来着，就我记得我有一个什么同款博一个粉丝啊，反正最近大家都很闲的样子，我给大家找找事情做哈。对，给大家加大难度。我今天截起来，我今天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眼影。对。那自己去扒。哎，对，就刚拿双拿这个眼影。他说有个粉丝说你的粉丝叫杨坚。就是最近非常喜欢用的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颜色。问一下表情。对呀、啊，不是闲吗？给你们找点事做啊！对啊，同款博士不是很闲吗？今天给你搞一百个，在这里闪现一百个产品，让你自己慢慢去解啊。嗯，是这个色号，对，然后，对，就这个色号。要开始拍东西。对，最近一直在用，很方便，而且我们这边很多成员就是一人人手备一个，而且它非常上色，对。但是上色之前还要需要敲一敲上面的一些散粉，对，不要不然会撒到旁边去。什么时候大家看清楚了吗？没看清楚再来一遍。马上活动。对，这个马上对，今年这个月月。对啊，而且我发现就是。之前我是不是有直播过一个日月精彩的那个粉那个眼影，我现在找不到那盒嘞，不知道去哪了。我之前直播那些化妆品一半以上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还有那盒烂掉的粉。对呀。对，于是我自己又买了一个新的，稍微白一点色号，虽然是有点花。什么象牙白啊？对啊，象牙白啊。很白很白，喜欢白白的我。你
什么语言？我想还有什么啊？我的眼睛快白出来了。二手回来啊，31号晚上回来、啊。对，这个还有这个。首演赶上，跳不跳的对呢、就是？还有一个这个腮红啊，看一下啊，折一下。对，就是这个腮红。我只是看它外观很漂亮，漂亮，然后戴。回家，回家真好。哎，我想回家。啊，那你笑得可爱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对，这个还有，这个东东。可崩了。是我跟阿黄买了好多，这个腮红。然后我还成功安利了赵雨欣、嗯、对，最近非常喜欢这种样子腮红，感觉很漂亮、啊、对，就这个就是绷打，什么绷打，就是有个 FT 成员是记录了一个就什么创面偶像之前的一些照片嘛，嗯，然后我一个是我是就是很悲伤擦眼的，一个是嗯是很开心的样子，我就笑太崩了好不好，一点都不好看，嗯，笑太崩了，你呀、啊嗯？对，笑太崩了。还有个卷卷，这个卷卷是哪来的？我都不知道，是谁的？借了谁的？怎么在我这里啊？我没有，我你没刘海，我卷哪里啊？旁边是谁？旁边是头。是 S 队公演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的头总。没有啊，我等会儿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因为明天早上要很早就要起来拍东西。然后还在那边有买一个这个口红，哦、颜色是非常的。看上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理解了，但是擦上去还是蛮好看的。所以今天晚上早点睡觉。对，它其实延展性非常的好，能很好的涂开。还有这四号非常的酷，然后可以给你们涂涂手上面看一下。我怎么感觉我在卖产品啊？卖产品，微商嘛，我是。好，阿月。对啊，就很漂亮啊，这个颜色。很漂亮。你看，就很漂亮。哇，很漂亮哎、欸。然后你把它这样子轻轻的涂开。让我轻轻涂开。哦，漂亮。哦，漂亮。那我太好上次我现在在泰国。在泰国。然后我们的背景又是这些，就是很草原。所以晶晶，嗯，漂亮。然后还有一只这个，就是其实是我之前在盖世英雄会经常会擦的一个颜色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用电都很无趣，我想变成。森林跳美杜莎。哎，我不跳美杜莎，我跳 Night Tonight， 我跳四号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咖啡。大概就是这个四号了。我相信我们的那个同款博应该会非常手快的截下来吧，帮你们找找事情干，免得你们自己没有事情啊，怕你们无聊嘛。太感谢张。对啊，免得就是这样子的偶像。我最近很忙，没有时间会去跟微博，怕你们大家会无聊，给大家找点事情做，就比较有趣味。对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色号，刚刚那个牌子可能大家也没看到的。拜托同款博接下啊！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MC Queen 是怎么唱的。对，就这个。MC Queen，MC Queen 不是个牌子。MC Queen 是那个广州他们那个双面偶像的歌。真美是超市啊！虽然弹幕还打错了字，打错什么字啊？什么打字？啊、我给小新写了一个生日弹幕。嗯，小新对。哪个小新？是那个费思阳吗？对的，徐思阳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哦，对，就是我这几天打错什么新买的一个，非常漂亮。妈呀！我还看了一下很漂亮什么字了。我喜欢这个。我想了很久，我才这样子写。他单眼皮，对不对？这什么牌子啊？单眼皮，大家自己接一下哦。单眼皮漂亮，大家可以补一下直播，就这个牌子而已。哎呀，反正我是真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吗？但我又不能不做，很少女啊，就感觉涂在那种暖色的那种口红上面。虽然也不知道现在在哪，感觉很漂亮，就被种草。种草了。而且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15块。不打错字啊！你们笑死了，就笑死了，就笑死了，开心就好，好吗？什么？无所谓，涂开心就好。不然，我就当没听见。要涂哪里？涂手上。嗯。涂指甲上。然后是带闪的，这种闪，叠涂用的。最近进了很多新货。还有什么？阿阳要看什么？我来看看。你给我。他们说，你说单眼皮漂亮，等于江山很漂亮。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当然，它是单眼皮 number one。江山是单眼皮 number one。这个呢？这什么？为什么都是空的？啊，没有啊，里面有东西。是空的吗？啊、你把它拧出来啊。对啊。这是粉底棒。哦。可是你这样看，真的以为它是空的。然后。接下来，你现在是开启了你的美妆。对啊。
然后还有我的另外一个颜色，对，这两个是同款腮红。哇，这腮红不错哎。嗯，它其实就是擦在脸上，就是不会这么的颜色很重，就是打淡淡的。色要再淡一点。然后这个是就有很带感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吓人，但是它好喜欢，很漂亮，像橡皮泥一样。橡皮泥，闻一下，闻闻闻闻，我也闻闻。嗯，这是腮红吗？香香的，对呀、啊，腮红，腮红膏，很好用。哇，好好闻！我今天没涂腮红。我最近非常喜欢用这种带闪的，对，大闪的唇膏，跟陈琳好像是同款的。对，什么牌子？差不多，跟我差不多，但是根本看不出。Cockney。是一个英文吗？对啊，我们是一个英文，但是我们真的，你们怎么可以买到一个啊？对，我们色号不一样。嗯，对啊，它就下面的色号不一样。色号不一样，但其实我看看不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呀，这两个。好像有一点，我的要红一点，你看好像要比我暗一点。好像叫一个名字不就是一样的吗？这就是同一个啊。我也觉得应该是同一个吧。这不是什么色号？那写的。只要名字是同一个，它就是同一个啦。把全部转出来，它这不是色号，它可能是它的学号或者是学号，这是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啊？这个也很漂亮，你戴上，那你们很有可能给大家涂一涂，你们很有可能口红互换了啊？它这个这么少，我这才买的耶，对，这种对我都用了。上面其实有带闪，但是上面有看出来吗？看出来，刚刚看出来，闪闪的漂亮，偷偷用。哎呀，我不是给你涂过了吗？哎，我也涂没了，掉了。用一下怎么样？小气的要死！哎，你用完，你完就用完了。啊，用完，把它放。谢谢，我头发一直很酷。大晚上9:05，我们在这里补嘴巴。而且竟然还怪怪的耶！你不是在干嘛？九月可能还在剧场看我的红发吗？当然会啊。啊，这个颜色就很。最起码我能保证我整个九月都是拥有红发的，只是它只是会渐渐的暗淡。对，你们微商啊，我们不是微商。口红粉底能不能当腮红用？口红跟什么东西？粉底，你当腮红用？口红粉底要怎么当腮红用啊？粉底有颜色哦。不是啊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其实就是应急。谁说我们俩抠？绝了！应急是可以用。我不抠，赵月比我夸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应急是可以用了，但是毕竟人家为什么要叫口红？人家为什么要生产出腮红？没有，口红可以当眼影用的。对啊，但是你还是要用眼影吧，不然直接叫一支就好啦。对啊，该用在哪里的东西还是要用在哪里好吗，各位朋友？不要乱搞。对啊。震惊。嗯，盖子没了，陈琳。盖子没了，所以我一直拿着盖子，我很难受。懒人，一个口红画一整张脸，不要这样子吧。今天挑战是可以这样子啊。啊，不如今天就这么挑战吧。那挑战什么？我都化完妆了，可以再画一次，拿一个口红画一整张脸。你眼睛不会长脂肪粒吗？长，有可能。到时候第二天长东西。双偶，然后。口红可以当粉底，疯了吧？对，就这么几首吧。你说是那种口红遮瑕的那种，就遮先遮就打底的那种，涂整张脸，哇，那脸得要闷痘吧？我没有抹他的口红，抹的是陈琳的口红。我只学了一点点，对，就是昨天为什么有根毛？现学的嘛。不知道哎，可能是乱七八糟。这是腮红吗？有点可，对啊，腮红，橙色的腮红。对，但是我还没有。你可以试试这个腮红，这个腮红真的很漂亮，我要现场安利给你。你可以一边脸涂这个，哇！那我觉得我现在太无趣了，我还没有看到我自己什么样子，哇！好看一点，哎，无奈。在看什么？想看我跳？那画什么特殊妆容啊？我想跳 B 宝宝 B 宝 B， 可是我不会 B 宝宝 B 宝 B。你看你这个，我感觉像把那个卫龙的那个油抹在脸上了。我也觉得，给我给大家试试这个。跳飞机是什么？都不好用。啊，这不好用。一首这是送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到时候要关注节目呀。但假如用这个，会不会遮住呢？突然现在就开始擦起了口红，是腮红。对呀，就这种感觉。啊，这个好可爱。啊，很好看。嗯，给我这边来。看你阿雅，阿雅，我看你。别看我了，我现在不好看。看一看。
哇，也不错啊。你这是用口红吗？不是口红，是招远的那个什么红。是这个。飞机的腮红膏。这个飞机为什么？对，这个就不错。啊，其实这个也好看。但感觉看不出来。嗨，对啊。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的直播。哎，先脱奶吧。这边擦另外一种颜色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哥不记得的话，妈妈说应该也没有办法让我记得吧。毕竟我们回来已经是31号的深夜了，然后呢，回来估计到中心估计已经这个感觉这个棒棒很容易你就是搓泥。一号冬天让我记得，但是我因为它什么时候学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说我根本都不用它。令我很头大。我忘了是上回是干什么，就送了我两管这个。天上输小蛋，我们之前 Pony 那个活动，怎么可能呢？是吗？嗯。但是 Pony 家的那个腮红是不错的。这样运开的。这样子就会比较可爱。其实这个橙色还不错。其实是还不错了，你得要把它运开，你不能整个往上怼。对，我们没清楚它的用法，我们不能诋毁 Pony。太好笑了，你的化妆品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对啊，因为我怕我弄丢。想你啊，我有一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啊，是我新买的，这个也很漂亮，你看。我要把赵月的新化妆品全都用一遍。是这个，大家去解一下啊，没事的时候啊。那个最后一首歌什么？这个盖子真的每次打都很难打开。唱啊！维稳。因为觉得很可怕，但是感觉没什么意思。但是吃了小孩的颜色，但是涂上去颜色很漂亮。哦，好看好看。它那种淡淡的。哦。水水水水晶晶，这个上面也是带闪的，但是这样好看。暂时是这几首。这样涂上去。但是你说指甲，如果我精致女人，哎呦，我这个指甲它到不同的地方颜色会不一样的。毕竟是手眼，不能丢人。它有的时候是绿色，有的时候是灰色，然后有的时候会变蓝色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变绿啊？一个是我不是你的狗，一个是我是你的狗，就印过来的光，因为我是找它调的颜色，就是调了一个绿绿灰灰的颜色，它会根据光不同会去变。看张悦的宝物。不过这些歌不能给我洗脑，给我洗脑我就可以一整天去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好用，我觉得。这是我最近的新宠。我想当你这个，我现在马上给我自己洗脑，我想当你。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循环这首，后来我循环了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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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的歌，因为我把它改成了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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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你的歌。哦对，但是我问一下你生日哪一天。眼影嘛，但是和你的这个哦，你最喜欢，你和陈琳都很喜欢。我超喜欢用彭佳的情歌。我有几天醒来突然这个真的是亮亮的。前天我醒来突然循环那个，来你来试试。它是我的。哎呀，是 fly 吗？我好像其他的化妆品有一些什么，这是突然醒来，这个是粉底一双，快用完了。真是令人窒息。那最近有特别想看的吗？宝宝冰，宝宝冰，看好大一个赵月，怕弄丢。化妆师 Miss 赵，怕弄丢。美杜莎，然后这个颜色好看。哦对，我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好看。这个很漂亮，但是你也得要遮一遮自己嘴唇上面的颜色。我不想的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野。这个是擦嘴巴的吗？像这个是你真的很野。这个大家看起来会很野 ，but， 但是，等一下我找一个叠涂一下。其实女孩子用的化妆品都大同小异。随缘。对啊。就用的都差不多。随缘吧。虽然我觉得这样子叠很傻。这个可以用多久啊？像我这种很容易在舞台上忘东西。我都没有买过这个散粉，但是感觉大家都在用。什么纪梵希四色吗？我觉得蛮好用的，而且我觉得时间越长，显得皮肤越好哎。真的？我反正是这样。隔壁直播间当然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在一张桌子上。天哪！叠图就，叠图就有点老老的。就这种感觉。当然，有点看不太出来。哎呀，好刺激啊！这歌怎么唱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发生了什么？哎，我们在中心。有紫吗？我要擦擦我的手。你想谁啊？陈琳在发疯。我是你的歌。哎，我眼睛一直很大，卸妆直播哥。
累。行，我一定要，我现在搜一下。什么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人？怎么还举报多次啊？我要举报我吗？把他把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举报多次没有用啊？没有关系，这个 ID 我会上报给公司的，以后别想出现在这里了。大家刷的速度之快，以至于不知道大家说什么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对，你们成功的保护了赵月。对。哎呦，把他轰出去。疯了，到底是谁呀？对呀，没有关系啊。但这几天大家什么节，大家不要不知道，总有那么一两个刚刚从地下跑出来的人。对呀，如果就是这么希望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就是送点钱过去。应该出去了吧？嗯，你 OK。早上七点嘛，我没有七点，因为七点怎么说呢，总感觉是那种会有就是用不好的话会有细菌啊什么的。对，跟 holiday 很像，但不是 holiday。 对啊，我也会，就如果这位朋友实在太无聊的话，我可以让我的朋友去找你的，然后第一天就坏，对，就不会那么无聊了。对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小姐姐啊？我朋友很多的，是那种看不到的朋友，赤巨子，看不到朋友。对，像的，嗯，什么浅色手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刚放的是那个，我想成为你的狗，是真吉他，但是真吉他可重了，你知道吗？甩吉他的时候肩都要磨掉了，肩都要着火。是巨子，知道吧？雨好大，会不会下雨了？没有啊。他们的那个地区可能下雨了吧？还是觉得这个？那个？这个吗？变身。好多腮红，嗯，对，腮红很多，被骗买了很多腮红。是，端起来把他的那个奖杯弄坏了。没什么颜色。嗯，对，我只是看他的外表，只是被外表吸引。他真的弹吗？当然不可能。哎，其实用的话，平时会用这些，但是那个平时就是看啊，拿出去啊，就玩啊什么，也会拿这些。少女的颜色。对啊，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普通的粉粉的，然后它有点白。因为现在是一个美妆视频，手机快没电了。15分钟后吧，就化妆吗？对，就9点半。我今天早上才拍了一个呢，嗯，但我觉得很不清醒。想看你那个美少女战士，今天很困。果然大家都会被这个吸引，美少女战士。嗯，感觉这可以就是送给女朋友什么的。哇，好看。我觉得很不错。什么送给女朋友？就这个东西啊，拿来送给朋友。嗯，9点半啦，什么11点半，手机都支撑不下去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粉底液还不错。哎呦，后街女孩，后街女孩看了呀，好，太好笑了，我天哪！后街女孩每一就是每一集我都看的笑到炸，真的笑到炸。我好像还好哎。干嘛突然叫大王？大王叫我来巡山。恋爱结。爱のザカスキ。我们都看了，嗯，但是是要选择另外一个花店呢。明天是8点半吗？明天是。陈琳最近直播风格是这样的吗？我直播风格用爱发电，嗯，用爱发电，有趣，嗯，没事，感觉妹妹长大了。延禧攻略也有看啊？没看。我看了。我没看，哎呦，你看了多少集？夏复恒，你疯了吗？我喜欢高贵。皇上。杨洋，我看江南美人。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干什么玩意儿？瞬间我的脸就出现在了屏幕里面。我有好多粉丝在看，他们也在跟我一起追。男粉、女粉们，一兄弟。我喜欢我喜，但他们说我们不是我们三个人的组合吗？我接女孩。我突然想到，那如果有黑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黑子可以叫一个什么反 S H 播反后街女孩音乐会，反 S H 播，然后所有人在里面很丧的，然后上面转的那个光，然后所有人配成了一对，竟然变成了个联谊会所。联谊会所。对啊。啊，挺可爱。对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，嗯，大家都在里面。每天很丧的待在里面，每天这样坐姿。什么？为什么只有我们5个人啊？每天就是这样。每天拉丁学习。对啊，两个人在跳舞。啊！看到没啊？刚刚那边有东西掉了下来。
这位朋友，我知道我们这边很漂亮，你这样子会显得，要这样子，吓死我了。对，我知道今天会很漂亮啊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呀，啊，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吗，这位朋友？真的能松？要我可能朋友回来了，不让你去找他了吗？快去呀、啊！就这个，哎、快，什么？主题曲吗？啊，你听过就是男的版，就是有一次的结尾是男的唱的。啊，我知道。嗯，好好听哦。真的假的？好听啊，我觉得。有一季不是开头也是男的唱的吗？对，我觉得好好听啊，意外的很好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哎。没截到是吗？你截到谁了？我要收藏这个男版。啊！我把他踢出去了！哇！厉害吧？厉害！看我！你觉得男的上来吗？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你。我是后街女孩，有一首歌是不是很嘲讽？我记得。没了，我记得，哎，他怎么？恋爱的，我不是踢出去了吗？这是个 bug， 是吗？结拜酒。踢错人了，没有踢错人，这个是个 bug。什么是个 bug？ 你们怎么还能出现 bug？ 啊，禁言。啊，好厉害哦！啊，是是。拉黑可以吗？门是红色，是因为厨房的门。禁言。我们厨房的门是。有没有什么办？估计好几个小号。看看哇！真的假的？还有几小号？我们也这样子看他。精分的人都是变态的。而且还会开好几个小号，这样子对一个这么漂亮、可爱又善良的美少女。好可怕！漂亮。到底是怎样的人生会让他们这样子？好了，成功了，他都没有出现呢。哎呀。啊 ，love love biu biu，love biu biu，love love biu biu， 那个嘎，嘎什么嘎？我一给你个嘎嘎。不是那个啊。啊，不是。不是嘎嘎，是嘎。嘎嘎。我一给你个嘎嘎。你念的好像台湾的感觉。嘎嘎。我一给你个嘎嘎。好甜蜜。呀，后街女孩真的好棒哦，真的好喜欢后街女孩。然后他们最近还加了新成员。对，加入了新成员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真的女孩子。对，然后他不是那个。那他们知道她是女的吗？那他们不会对那个女孩子特别好吗？就因为她是真的女孩子。会很尴尬。嗯，对。不是应该就是其他成员疯狂的追求那个女孩子吗？没有。还骂他、哦、真的假的，这个开展不对。你当偶像是什么？你想来就来的吗？好刻薄、啊、不要这么软弱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写那个女孩子被他们疯狂追求，然后对的很殷勤，这样就不会好，这样就不好，就啊，我觉得这是很怪。突然之间我当时看完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突然怀疑到自己所在的组合。他有怀疑自己所在的组合这个问题。啊，就是有怀疑我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女孩子。都是，大家都是女孩子。真人版了解一下。有怀疑。我们之前那个什么 MC 的时候。娜娜他们还演了一版后街女孩。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、演的哪一段？就是去泰国还是干嘛？去泰国娜娜还说了一句名台词。老夫也不是什么魔鬼吗？啊，对，好像说了这句。老夫也不是什么魔鬼。但我们有一次我和王小佳还有那个他一起拍了张照片，我觉得我们贼像，三个人坐在沙发上贼像后街女孩那坐的。但后来跟动漫不是很像就没有删掉。没有这个人，我看不到这个人。
真，你们都说有这个人，但是我真的找没找到这个人。什么？我觉得说谁再拉黑一下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看到那个。张嘉宇，王小佳。嗯，我也没看到。在拍一下，下。王小佳和张嘉宇就是。对，我张嘉宇、王小佳还有齐静，我觉得不用替我老子，我自己走了哇。真的、啊，他自己说的吗？好有自知之明的黑子。哇，我喜欢这样子的人哦。对。对你知道自己不受欢迎。不，你再投点鸡腿，不然的话。九点钟睡觉。你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你当我们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对，你当我这里什么地方？你当我们这个组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你是谁啊？啊！把你的财产留下来。对啊，要不然留下你的一个小拇指。那你也信不信？老夫也不是什么魔鬼，信不信我把你送去泰国？信不信把你的肋骨移位一下？你信不信我让你进我们团？信不信你鼻孔流血？我这还有一个。老夫也不是什么魔鬼了，我就是想让你签约来我们团当偶像。我不知道该说他是女主还是男主了，就是他不是得了那个什么吗？阿月他不是得了那个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女的得了那个，然后老板听到了之后。一脚踩在了他的屁股上，对那个，又得了啊，得了那个什么？哦，我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然后他还很激动的在，啊，你爸爸一生不容易啊，然后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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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绵羊佳佳会长怎么骗王冠？怎么骗？会长的粉丝在不在？那是什么？皇冠刷一下，谢谢。就是这样子吗？阿月都直播了半小时了，你们还不懂吗？就是这样子在骗吗？直播了这么久，那么久，他大家是这么辛苦，大家不会心疼吗？他说：“此时此刻，我都是刚刚那个人，我也要走了。”我们刚刚录音，你知道录了多久？阿月，他一次性录了五首歌，录到都要哭出来了。就是真正的一个人在房间，而且是从。对啊，然后那个人等一下，他说我们都是那个人，我们都走了。其实我们看中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，就是你看好多皇冠哦，看到没有？决心，看到没有？好多皇冠。你的粉丝好穷哦。赵月，你的粉丝都是小学生吗？是蛮穷的啦。怎么没有一点社会生存能力啊？就跟我差不多，我们都很穷。真的假的？老板可能觉得养羊不下，可能会比较好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那个样子太弱了，太弱了，不行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卖不下去了，真的。女爱豆，平常没有人给你送皇冠吗？你要谁啊？给谁？给你吗？给你啊！骗不到，小学刚毕业。哦哦哦哦，有了，有没有人跟他 battle 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主播吗？小月的粉丝，看到了吗？哇，这么久了才两个皇冠，是不是太少了一点？你不觉得应该再多来一点吗？主播吧，哎呀，半小时哎，33分钟。隔壁干嘛呢？我一个皇冠。我感觉我好像主播。好惨哦！赶紧谢谢一下人家，谢谢这位 ID 为没有看清楚。对呀，刚刚没有看清啊，看清了吗？感谢这位 ID 为。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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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，对，送出了一个皇冠。刚刚前面两个赵云没有看清你们 ID 啦，再来一次。养成性是没有看清。所以就是啊，我怎么办？好可惜啊！怎么办？没有看清楚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没有看清就不能青史留名了。对啊，有点可惜。我为你们可惜，刚刚都付出了一个皇冠，却并没有看清 ID， 却没有拥有姓名，有点可怜了，真实的可怜了。哦，所以你只有三个粉丝吗？啊，好惨哦！天哪，就这么停止了吗？要比心啊，比心！没有节奏啊！哎，这个 ID 刚刚见过的 ID 为刚刚见过的，有一点点眼熟，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啊，算你啊，这位，我刚刚有看到你的 ID 啊，你现在2-2了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这里是在开拍卖会吗？哎，手机要没电了，大家抓紧时间赶紧送啊！手机没电了，赵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直播了，可能这个月就是赵月最后一次直播了吧？这个月今天多少号了？对啊，这个月已经26号了。带节奏，带节奏。哎呦，下几点了？
诈骗。再数十秒钟没有人送的话，我们就关直播了。现在是，毕竟我们生活也很艰辛，我们也很忙的这个样子。对，对没有，赵月突然开始配合我，谢谢啊，那就再勉强再给你续个二十秒的什么东西，再倒数二十个。诈骗犯吧？再倒数二十个。我感觉大家要报警了。没有，我们从不诈骗，这些都是大家心甘情愿的。你哪里学的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学，我是自通那个直播间吗？其实是杨慧婷他们教我的。真的假的？好了，跟你们跟大家比一下心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跟警察说，跟警察说，还是老地方。对，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还是那个团伙，对。爱不能在心口难开，否则小偶像看不到。把棒棒糖卖了吧，棒棒糖是什么？现学现卖的。阿阳，你才是魔鬼吧？我不是魔鬼啊！对，我是魔鬼。我愿意为了赵月，心甘情愿变成魔鬼。哇哦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很多爱心，突然之间，好多爱心。哇哦哇哦！哇！所以说是大家不想看我们直播。正好我的手机没电。看你看你看你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集体诈骗。Oh. 哎，你这个人有点厉害。诈骗犯，大家怎么都不要这样嘛，妈妈在请求。哦，对，我在 B 站上面还有看那个什么呀，就是有一个我跟娜娜跟大哥跟发卡的真人版的那个后街女孩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好好笑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。特别是有一次，有一个版本是接了发卡的那个呀，真的吗？然后我去打他那个，真的好好笑。你有演吗？就是把我们之前一些日常的一些秒拍啊，然后抖音啊，然后就把它就是混剪，然后就正好可以。对，我是31号深夜落地，然后。晚上上台，然后当主播。不，我没有更高的追求。而且一般那舞蹈主播跳的副业，跳的都不是正经舞蹈，感觉。是吗？对，就是。齐静现在跳什么？跳什么舞蹈？怪怪的。是他最近在跟潘彦琪一起打游戏。我都没有什么良心帮赵月的粉丝催。我去 BET 干嘛？我去 BET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BET 干嘛？微商不传销，传销不主播。以后有尝试的舞蹈，就是想尝试一下不正经主播吗？真的假的？给我看一下吧。你真的吗？你没有看过吗？为什么我有看过啊？我想看你跳。看小心，什么鬼？但是我觉得是要去啊。为什么我有看过啊？我看过啊。是吗？你也有看过啊？看过啊。并不是央视的，就有就是有穿那种兔，有戴那种兔兔的耳朵。老师，昨天是你的生日对不对？生日。然后就这样。跳出不知道在跳什么，我不是故意看到，我是看什么民生新闻，然后不是会上面推送啊，对，就往下刷，推到那种性感舞蹈，对，我们要去打歌了，然后就是那种西西这的皇冠，然后就想看赵月跳舞吗？皇冠来一下，性感这种舞蹈，皇冠给，很早感觉像，我感觉我是在什么泰国人妖秀表演里学来的，他们说一百泰铢，一百泰铢。来，这样子，超可怕！皇冠是真的皇冠，可以戴上去的那种，不是这种刷的小小的 emoji 啦，谁要啊？ emoji， 然后又在后面跳舞，过分啊！你知道我们什么？在后面爱奇艺的这个公告牌，对，皇家文照了解一下。为什么我这么僵韧啊？连赵月连一个美好的皇家文照都不能拥有吗？不是说赵月小公主吗？可是她的皇冠呢？不见了，谁偷走了我的皇冠？是谁？是我，是我。森林皇冠送下去，既然你接下了这个画家呢？哎呦，还是画宅子。哇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摔倒了。可怕。不想看劲歌热舞吗？我们劲歌热舞，当然七个人去。我想看月月劲歌热舞。Hello， 我们在直播劲歌热舞。啊，萌萌，想看萌萌劲歌热舞吗？带萌的粉丝刷一下皇冠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毛有点辣上太阳。我想去睡觉。晚安，拜拜。从哪儿？明天九点见。明天九点见哦。公演哦。是，其实是会的，因为我这几天也有点张荨麻疹。明天要带全妆。对。九点带妆。带全妆。对。
我要带面纱。九点钟带全妆是个什么概念？那我就要八点半起床。我们太惨了。八点全妆八点半起床。全妆是指连这段贴上吗？这么精致的吗？突然精致。天哪！我们太惨了，九点钟还要带全妆，啊！作为少女偶像，毛孔都要堵塞了。我也觉得。对，所以没有一个皇冠给你一下安慰吗？化妆。没有安慰吗？哎呀，好想抠手，难受。大家都沉默了。我不用前半问。我们自己化妆，对，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心疼，哎，赵月接一下，为赵月接接风。带我去冒险吧，杜尚，还价文章。我要上课，我要卸妆、洗脸、刷牙，然后躺在床上享受我。阿阳好可怕！我不可怕。来，阿阳也来劲歌热舞一下。这种 H 队就是这么社会。好了，那个难受死。真甜，这个人很棒。对，很实在。我没有喝酒，我们没有喝酒。哇，你们两个是要 battle 吗？好可怕哦！期待你们的表演，你们期待你们的比赛。直播喝酒，阿阳当骗子当上瘾了。其实阿阳是我花钱雇来的啦。说给你皇冠，求你别跳了。那你倒是给啊。对啊，那不然我一直跳。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还会甩头舞呢。啊，金哥，谁来阻止一下疯狂的赵月？千万不要等我 ，OK？ 好吓人！在这是什么舞啊？这是。蛇蛇出动，十二点睡觉，十二点前睡觉。对，哎，那个说给皇冠的人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嘴炮就是嘴炮。举报主播。哎，这代王，你要举报我？举报什么啦？对啊，像我们这么可爱，这么可爱，不要举报我。偶像不用生活的啦。对啊。还让抖音继续跟，让你继续跟抖音。抖音。皇冠刷一下，刷只有刷皇冠才有抖音可以看吗？刷皇冠，我没有喝假酒，对。嗯。求翻牌，继续给皇冠。翻牌要怎么翻？要翻啥？要翻什么？皇上，牌在这里，您随便翻一下。我翻一个。哇，翻牌了，皇冠在哪里？翻了，皇冠在哪里啊？他翻你的牌了。没有，今天是不是喝江？我没有喝江小白。一般讲话语速变慢，然后脸颊红红的，基本上是喝过酒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喝酒，我没有喝多。去泰国学坏了，没错。哎、我念 ID， 我念什么 ID？ 看来没少喝。哦，谢谢。哇，不好意思，这位朋友，你又倒了。谢谢这位朋友。拜拜，玲。拜拜，玲玲。我要上去。求念 ID。赵月有他自己的坚持。对，我是不会念 ID 的。对，我看在眼里。不会念出来。赵月不会认字儿，知道吧？其实赵月是个文盲，实不相瞒，你们要原谅这一点。对，我不认字，我看不懂你们的 ID 叫什么。能不能给不会认字的孩子一点书本费了？能不能给他买点文具了？我们要供他上学，供他吃好穿。哇，真可怜，我都认不得大家的 ID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读书看报？而不是一位跳舞。哎，我刚刚把什么给你录下来了。羊可以的，绵羊是魔鬼，是魔鬼，出上拼音。我是赵月的幸运天使，好吗？大家以后那个 ID 都改成拼音怎么样？看不懂，不认字儿，笑死。诈骗团伙过分了，没有过分啊，从来没有过分、啊、在我们这边里没有过分这三个字啊，这两个字。而且我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早年智障的儿子。早年智障的儿子，莫非不是那个张信吧？张雨欣啊。张信好惨哦，你那儿子哎，就是因为要供这个
早年智障的儿子，连儿子都进团了，好可怜啊。对啊，还是智障着进团的，太惨了，太心疼了，我也心疼了。他一天得吃掉你几万块钱啊。对啊，而且他是但是他自己瞒着妈妈自己去了趟泰国。真假的？对啊，然后在泰国又欠下了一大笔钱，我们只能靠卖艺来还钱。在这个地方，真假？你们欠了多少债？不多，也就800万吧。你儿子在香港非常潇洒，真的假的？妈妈不是说过，你儿子去香港了？妈妈不是说过不可以再欠钱了吗？不是说过不能再欠高利贷了吗？你看妈妈的手指，只剩下了3根。天哪，妈妈！天哪，妈妈！你可以每天拿出手指，就是比爱你。妈妈，你的手指少的好幸运，少的刚刚好，少的刚刚好，刚刚好也不少，刚好当一个 idol。妈妈以后跳舞只能这样。对啊，怪不得妈妈只能拍小魔仙。因为妈妈只能这样，妈妈只能这样子去赚钱。她要真的打拼音吗？你拼音这么快上去，我都看不清楚哎。对啊，赵月字母都不会认了，怎么看拼音呢？卡宝电台讲我啥呀？你儿子炸了微波炉，妈妈跟你说多少次不要去炸微波炉，没有钱可以还。为什么他会炸微波炉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不会念英文吗？神仙水，什么神仙水？15的碗仔吃。哦。便利店东西扔太久，白痴的！我跟你说过，儿子早年智障，这是没有办法，为了工作。我又来。我看到我粉丝，我粉丝好忙、哦。我粉丝一定在这里看我装疯卖傻。我有点不忍面对他们，感觉。叉叉好，你们大家，你们看到，我跟我粉丝讲一句，你们看到我不是真的我，你们看到我只是赵月的保护色，我为了保护赵月，保护色才变成这个样子啊，不是，我本来不是这样子。你本来不是这样的性格，真的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为人公正不阿，清明廉耻。阳色什么阳色啊？你别解释，都是假象。雅典娜，一切都是为了赵月。我在自己直播间，店员说热，对吧？终于有明眼人了，我不在我直播间这样子的。我没有花钱请任何人过来。对，赵月都是这些东西都是无偿的。杨姐天天都这样，你放什么？今晚阿阳是假的。对，今天是假的。今天谢谢阿阳，今天不吃鸡了吗？吃。但今天也要找顺眼。怎么样，我粉丝刚刚还说我不如米友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啥呀？说我那个什么业务能力不行刚开始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我们是什么业务能力、啊、我在我们这种业务能力很差。是骗局的这种吗？我从来不骗的。那你刚刚那个是他们心甘情愿的。哦，这样哦。对啊，心甘情愿。等下直播完就把这个历史删掉。对，马上删掉。对，删掉啊。传销能力特别强。黄冠留下也可以。你应该是那个三角，就是黄金三角上面的顶尖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。没有，我差得很远。我们应该是在 H 队的边缘徘徊。那请问我们这边的顶尖是谁啊？我们慧姐跟我们琪琪。突然间说行话。慧婷儿跟琪琪。已经录下了，不要不要。我给我的偶像生涯留下了黑历史。杨姐，对不起你们。杨姐今天尽力了。会换发型吗？我换什么发型？我还有什么发型可以换啊？我会可以把这玩意染个绿的。我把这玩意染个蓝的。你就这样吧。我觉得我觉得黑色头发挺适合我。如果大家都染的话，真的就变成葫芦娃了。我们真的得叫粉丝爷爷了。我不想这样。可我是觉得黑发挺好看的。你知道葫芦娃最喜欢？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好过分、哦，真乖啊！好过分哦！
我明明在唱爷爷爷爷爷。好的吧，你也挺不错的。行了，我要把这个饭菜收一收了，毕竟是贤良淑德的女子。阿阳的发色挺好看。那是，请你放开我爷爷。穿越爷爷爱你。爷爷。爷爷爷爷，我也喜欢赵月黑发。啊，我觉得我染别的颜色很奇怪。你染黄发就要变成李孝利。我在养我的头发，我再这么一染的话，我其实自己有心动了，想要不要染个红发，染个紫，染个蓝的，染个绿的。把这玩意染成绿的看看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快停止你的想法，就只是想想而已了。我之前是想染个满头粉色，因为觉得很炫酷，而且我听说，就是一般染很夸张颜色头发，夜总会给他发，你这种颜色不准上公演。什么？不是一般都会这样子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要这种发色，你就别上公演。对，我以前染头发，就凭着你这句话，我也就染了。我以前好开心啊、哦，染了之后发条朋友圈，叶总说你别上公演。然后、啊、就我这一次我染头发，我发朋友圈，我偏偏屏蔽叶总。我还以为你干了什么伟大事迹，我拉黑叶总啊之类的。而且我上回是，哎，上回是阿阳就是染了一个头发，红发吧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，然后下面都是大家的好看漂亮，很适合阿阳，然后就叶总一个非常直男的评论，说你把这个不染回去就别上公演，公演不要上了，就非常的直男，就很多工作人员都会说漂亮好看怎么样，然后就叶总那边突然之间感觉非常降到冰点。之内染两次以上伤身体哦，阿阳。嗯。一年之内染两次以上伤身体。嗯，我不会伤身体，不会染那么多次。就说七三四需要。对呀、啊，我七三四需要、啊。然后叶总说：“那我现在不需要七三四。”叶总说：“那你现在退出七三四，不需要你再七三四了。不”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，听我解释。哎，真是！拆快递。对，突然因为阿阳染这个头发，我们全部凉凉。叶总，你因为诈骗皇冠已被判处死刑。对啊，我可能因为诈骗皇冠，明天可能也就要退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又有个皇冠，戴上。三月月直播一次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实在。我马上染头发。对，我跟叶总先提前说，叶总，我十月份不上公园的，为什么？你请假吗？理由什么？我说我明天就要去染发，还是巨夸张的，满整头粉。我非常有自觉，我不可以带坏剧场的其他一些。就是非常少女的朋友们，找到了请假的理由。哎，我刚看到了一个那个，什么？这个我最近很想买。是吗？嗯，这是护发的，头发真的用我一瓶用完了，就是粉色的那个，就是在某市某城市买的，就是那个粉色的这么小一盒。这之前你也有买过那个甜甜的味道一个棒的，啊，那个斯什么斯贝奇吗？好像是忘了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把全部用完了。OK， 我拍完我就要上去。这个我一直以为之前它上面写的美容液，而且是之前是我跟安琪住的时候，然后他喜欢用这个东西，他把它放那儿。我看上面有美容液，我还是面膜，把涂脸上。那你的吗？对，
都把它涂脸上，不然丢脸。咋的呢？你是怎么了呢？对啊，然后我把涂在脸上觉得有点不对，然后把它洗掉，发现自己脸上的汗毛变得非常的光滑。知道啊，就他还嘲笑了我说哈哈哈，你涂在脸上，我怎么了？我看上面也，因为就是一般洗澡的时候眼睛就是或水汽啊什么的没看清楚，就看个美容液，然后马上拿了下来，以为是涂脸的，往脸上涂。然后这个又是那个什么嘛，资生堂是吗？然后就反正看看着就，护毛膏，对，就那个时候资生堂嘛，就看这个上面这个符号，我当时非常天真的以为资生堂他们是没有出发膜，都是会一些什么护肤的呀，一些什么东西，结果涂在了脸上。对啊，我最近有点想买这个，放在宿舍用，但是我这几天买了一个叫什么前男友发膜还是什么的，非常扎心，嗯，这个名字非常扎心。没有前男友，又前男友发膜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没有，是不是只有有前男友的人用那个发膜才会起作用？没有的，那就是没有作用。这是个魔鬼，这个发膜真的是魔鬼。我就是经常说我们小五上头发不好的，真的是，你们要不然怪，要不然怪试一试，每天给你拉头发，每天给你发胶往这边全部喷上，哇，你是个人，你的头发能好得了吗？我的天哪！对啊，你是个人，在这里掰几年，你头发都好不了的。每天就拉呀，然后每天喷发胶要定型啊，喷在这一块，然后有些时候。然后你要戴帽子啊什么，其实戴帽子有的时候就会头发会掉很多头发。嗯，我喜欢舍娜恩。对啊，就也是因为工作，然后有一些我还好，我不怎么染发，我就是这染过几次，然后有些成员就一直染一直染一直染，然后头发就会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。我们消耗的速度啊，对，还有熬夜，然后我们消耗的速度。完全比不上我们修复的速度，真的。对啊，虽然大家听说起来是感觉挺好笑的，但是我们自己想起来是挺心酸的，因为头发长在自己的身上，女孩子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头发、皮肤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相信就是。对啊，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女孩子会这样子说，就是觉得我是挺不理解的，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跟皮肤，所以说就，对啊，就很在意啊，像经常看有些就是这样子去剪自己头发，我觉得哇，好心疼哦。